然后下午去一趟 gym， 晚上回来一起买菜，然后一起做饭。情人节啊，那就先去天天吃辣子鸡，再去食堂吃辣子鸡，然后去 Hong Kong Fusion 吃辣子鸡。我要一束玫瑰花，然后可以一起去吃个烛光晚餐，然后可以之后再一起去看个电影啊，然后就差不多了。我们不是每天都在过吗？老婆。哦。情人节怎么过啊？哎，没有情人，没有女朋友，没有暗恋对象，没有心动对象，还能怎么过？自己过了。Je me baladais sur l'avenue, cœur ouvert à l'inconnu, j'avais envie de... 去年暑假我去重庆看他的时候，他在我酒店的浴缸里面撒满了玫瑰花瓣。就在前几天，然后房间里放着音乐的时候，然后他身体就不自觉的就扭起来了，然后我觉得那样子特别傻，特别可爱。他们才开始的时候发了一次烧，然后当时躺在床上很神志不清，就听到外面锅碗瓢盆的声音，然后一起来发现他在给我煮粥，当时就特别心动。今年过生日的时候，他给我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，给他烧了一个黑色的荷包蛋，他全都吃掉了，当时觉得特别心动。去逛超市的时候看到一个 reheatable sheep， 就是那种小毛绒玩具，然后很可爱，然后当时就很想要，但是我没有说，因为觉得这么大年纪了不好意思。第二天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东西出现在我床上，他说是逛超市的时候看到我看那个东西的眼神很沉迷，然后他就买给我了，所以觉得非常感动。上次心动是什么时候？让我想一下。想不想？但是还不是单身的时候吧。Ce matin sur l'avenue, deux amoureux tout étourdis par la longue nuit。爱上一个人就是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相离。爱上一个人就是不管他烧的什么，我都觉得很好吃的样子。你走进一个果园，然后摘了一颗苹果，你咬了一口，发现里面没有虫子，这样的感觉。原来我是一个苹果啊。哎，其实我比较爱吃橘子。爱一个人就是感觉时时刻刻都在为他着想，然后心里一直有一个牵挂，难过的时候一想到他感觉整个世界又亮了。爱上一个人的感觉就是希望每天都跟他一起吃好吃的。我觉得爱上一个人的感觉就是你可以为他做很多的改变，包括你的性格、你的习惯、你的生活。爱上一个人什么感觉啊？我是一只单身，你问我这问题干嘛？那边成片情侣，我问他们去了。哎，跟你们说，哎，天天在秀恩爱，秀得我真的很无语啊！真是，真是，天走在街上看到那些在那里打，真是我看了真是不烦死了，真是想看到他们，只想，你知道吗？就想这样冲过去，真是的。我说脏话，你不要拍了好吗？别拍，别拍。À midi ou à minuit, il y a tout ce que vous voulez au champ.